间已纵然，突然发现你的脸，我竟然留恋，习惯你的双眼，窥视自己的感觉，我的世界因你而转变，不会相信你会在身边。在这儿啊，他怎么了？我正发愁怎么把他扶回家呢。正好你把他送回去吧。没关系没关系，他喝醉了。没事，他一高兴就多喝了几杯。哦，那就麻烦你了。没关系，你去忙吧。我车还在外面呢，我先走了。没关系，谢谢。你先走吧。方丽，你来呀。来。来，小青啊。小心来呀，来，小心，躺下吧。要不我给你倒点水。
江律师。哦，你醒了。你怎么会在我家？哦，对，我正好遇到方丽送你回来。我睡了多久了？有一个小时了吧。你就这么坐着看着我呀？是。你还是回去吧，让别人看见了不好。没关系，等你睡着了我就走。哎呀，我没事，我没醉，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。你走吧，走吧。没关系啊，当我不存在啊，我会走的。哎呀，我送送你。哎，你不要动，你休息啊，你别动。那我先走了。走的时候把门带上。你好好休息啊。哎，好。我是方丽，快过来管管你们家许文阳，自己学坏不说，到处泡女人，还把我们家大刚带到那种地方去，居心何在啊？哎，你说话好听点行不行？大家都是朋友啊。什么朋友？他带你到那种地方惹出病来谁负责啊？他去哪儿了？当然是那种有下贱女人的地方了，今天还叫了小姐出台，真是过分，没有老婆管的男人真可怕。我跟你说呀，你要是再不管好他的话，我就不让我们大刚跟他来往了。我知道了。张嫂，张嫂，太太你回来了，我好像听见有电话响。你怎么睡得那么死啊？电话响了这么久都听不见啊？反应也太迟钝了，等你听见我都打完了。就知道拿我出气，早知道不出来了。回去睡我的觉。小季，怎么了？这么不高兴啊？妈妈来接你出去玩啊？妈妈不好，为什么挂我的电话？啊，妈妈那天忙有事情，所以呢没听你讲话。妈妈给你道歉好不好？你想要什么啊？妈妈给你买啊。你根本没注意听我的话。我在听你说话，你说你不高兴，妈妈带你出去玩好不好？好了，走，上车。妈妈，我不想在这儿读书，我想回以前的学校。刚开始呢是有点不习惯，以后就好了。听妈妈的话，这个学校啊是很好的，不是人人都能够读的。以后呢你对别人说你是这个学校的，人家都会眼红的。我不要别人眼红，我只要回以前的学校，有干妈陪我一起玩，还有奶奶。你就知道玩，小孩子的任务是读书不是玩，不然以后会没出息的，知道吗？干妈会教我的。干妈也要工作，没有那么多时间陪你玩啊。你在这儿好好学习，干妈也会高兴的。妈妈，我真的很不喜欢这里。好了好了，这个我们以后再说，今天带你好好玩玩。哎，喂，你好，麻烦你叫一下方丽。太太一早就出去了，不知道去哪儿了。啊，谢谢啊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对不起，您拨打的用户已关机。妈妈，我们要去哪里呀？妈妈带你去的地方非常好，
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到底要去哪里呢？到了你就知道了。醒醒，醒醒了！干嘛啊？困着呢。赶紧收拾东西吧。收拾行李干什么？今天晚上你和我一起走，一块回林海。我可没答应和你一起走。我不管你答应不答应，你都得跟我走。你非要把我拖进那些破事不可吗？好了，别废话了。这钱呢，我不会少了你的。好吧，好吧，我就和你走一趟。不过。我好久没回林海了，我要多玩几天。这没问题，费用啊，我都可以报了。这还差不多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潇洒。好了，赶紧起床吧，啊！急什么？我还回去整理行李呢。好，行行行。哎哎，请问找谁啊？我找一个叫许记的学生。许记啊？你是他什么人呢？我是他以前的老师。没看见过吧？你没看见牌子上写的不能进来吗？啊，我也是他的干妈，我到这儿来见。干妈？是啊。啊，那我帮你查一查啊。你等一下啊，等一下。好。啊，有个叫许记的，但他已经走了。已经走了？啊。我们昨天来的就是这家 KTV 啊！不好意思，各位，本店还没有开始营业。啊，你好，老板，我们想在这儿找一位小姐。来这儿找小姐的还真不少，不过还是第一次见女人来找小姐，还带着个孩子。这位就是昨天来的那位许老板的太太哦，专门从上海来的，她想找昨天陪许老板出台的那位小姐。哦，原来这么回事，那可是我们这儿很红的小姐咪咪呀。啊，是吗？那，他在哪里啊？他在更衣室呢。啊，是这样。咪咪不会是他的真名吧？啊，这是艺名，他的真名叫丁玉珍。什么？丁玉珍？啊，我知道了。那他在哪儿？啊，在那儿。要我陪你去吗？不用了，还是我自己去吧。啊，麻烦你照看一下小静。哎，如果要是见到许文阳，千万不要和他吵架，有话好好说。我有分寸的，别担心。喂，怎么又是你啊？我知道了，没浪费时间，我在收拾衣服呢。你还要收拾多长时间呢？一会儿我来接你。急什么？还有好几个小时呢。我总得把衣服收拾好了吧？你误了我的事儿，我可饶不了你。好了好了，我们在车站见，也别来接我了。好，不见不散。谁啊？你到底要多少钱才肯放过我？齐老太，齐老太，啊，你儿媳妇来看你了，真的，妈，小静呢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她和我玩捉迷藏，躲起来了，啊，她，啊，站这儿，我知道。他一定躲这儿。哎，没有，哦，躲在床底下。妈，他没来。妈，小鸡被人接走了。是方丽。
凭什么接小姐？凭什么接我的孙女？妈，你别生气了，我保证下次一定把小姐给带过来，好吗？我想小姐。妈，我一宿没睡，我在等着他呀。想给你一个惊喜，就搞了个突然袭击。我们不耽误你工作吧？耽误什么呀？反正今天也是周末。再说我也想你们的。爸爸抱我。好，我的乖女儿，爸爸好想你呀、啊，让爸爸抱抱怎么样啊？好。那爸爸带你去吃好吃的，好吗？好。哎，对了，你到这儿来，公司的事情怎么办？我也需要休息休息啊。再说今天又不上班。小鸡想爸爸了是不是啊？文阳啊，不会不欢迎吧？怎么会呢？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你总是让我意想不到啊。瞧你说的。小鸡，我们走吧。爸爸，我们走去吃好吃的。哎，好，咱们走。
小吉睡着了，我们也该聊聊了。聊什么？事到如今，你我什么都清楚了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知道你很生气，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何必苦苦纠缠呢？这件事你可以把我骗得这么惨，谁知道你在其他事情上没有骗我呢？我当初这么做也是逼不得已，我也有我的原因的，可我真的是为你好。这么多年以来我对你怎么样，难道你都没有感觉吗？对，我承认你对我确实不错，对小季也很好，但是你这人太有心计了，谁知道你对人好的后面还隐藏着什么。是，我对别人有可能是这样，但是我对你，我除了对你好，我真的是没有一点心计。你自己说，我有没有对不起你的地方？也许你骗我是为了我好，但是我不希望被欺骗。可能我的方法你接受不了，但是我真的只有一个目的，我就是希望我们全家都好，而且我希望小鸡能够过上最幸福的日子。你是为了小鸡？文阳，我们都是基本上定了的人了，不会再有多大的改变了。但是小季才七岁，难道我们不应该让他有一个好的成长环境？难道我们不应该让小季？当然应该了，小季是我最大的希望。他也是我最大的希望啊，我真的是希望给他一个最完美的家庭。文阳，我们不要再互相误会了好不好？过去的都让它过去，我向你保证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不管是你的事情还是我的事情，我都会和你好好商量的，不会瞒着你的，好吗？那好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如果再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我不能保证我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好了，小西啊，回家以后啊，要好好听妈妈的话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爸，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啊？爸爸把这里的事儿处理好了就回来，我会天天想着你的啊。我也会的。啊，公司的事你也别太忙着，多关心一下小季。你一个人在这里都要注意一点，特别是身体。嗯，我这么大个人，这些都知道。还有联姻厂的事，你不用急着回去的。啊，我会催着办的。那我们就走了。好，来，再见啊！拜拜，再见。杨姨，哎，你来找我吗？哎，对对对。啊，那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事儿。那就边走边说吧。哎，好。怎么，周末你还不休息啊？啊，刚到新的单位，一切都还不太适应，工作也比较多。我来是想对你说，昨天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喝多了点儿。心情不好？没有啊，和方丽在一起很开心的，可能多喝了点吧。那你可要注意啊，你一个人在家里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，要是有什么事儿就打电话给我啊。嗯，哎，我是想问你，昨天你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家附近？和淑媛吵架了，一时也不想回家，不知不觉就走到你楼下了，就看见你被方丽扶着回来。你怎么又和淑媛吵架了？都是一些小事，我觉得越来越受不了她了。哎呀，你们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，马上就要结婚了，怎么这样？其实我们没有结婚，我知道并不是因为什么经济基础，是我没有想好。嗯，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应该。
其实我觉得淑云很喜欢你的。可我喜欢你。哎，咱们还是不谈这些了。我相信你们俩的事情一定会解决的。但我是认真的。妈妈，快点，我们快点回家。干嘛那么急啊？我还有作业没做完呢，明天就要上学了。你不想去看奶奶啊？奶奶，你不是说奶奶她生病了吗？对啊，奶奶生病了我们才去看她呀。你想不想去啊？想，当然想啦。奶奶。嗯，小季啊。哎呦，来来，小鸡啊，我的好孙女儿啊、哎、奶奶，我好想你啊。哎呦，我也想你啊。你想你哟、哦、你看看，瘦了。妈妈每天都给我吃好多好多的东西的。哦，妈妈。老太太最近怎么样，身体还好吗？你这儿还缺什么你就跟我说。关你什么事啊？谁稀罕你的东西？奶奶，你不能对我妈妈这么凶的。她不是你妈妈。她怎么会不是我妈妈呢？你妈妈是另外的人，她是坏女人。妈妈不是坏女人，奶奶，你骗人。奶奶什么时候骗过你了？她真不是你妈妈。妈妈，奶奶她怎么了？小鸡啊，奶奶生病了，在说胡话呢。不要叫她妈妈。小鸡，我们让奶奶呢好好休息休息，你还要回去写作业呢。我们今天就回去了，好不好？跟奶奶说再见。奶奶再见。不，小鸡，别走啊！我没有病啊，回来呀、啊！老太太，我没有病啊。老太太，我没有病。没事了，来，我没有病，我没有病啊。怎么了？闷闷不乐的不说话。妈妈，奶奶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什么话？就是你不是我妈妈的话。老太太在看什么呢？我们该去吃药了。他抢走了我的孙女儿。谁抢走了你的孙女儿？就是刚才来看我的人，她是个坏女人。老太太，你在胡说什么呀？她是来看你的。不，她抢走了我的孙女儿。好，我知道了、就是、我们先去吃药，吃好了药我们再说好吗？她抢走了我的孙女儿。哎，杨姨电话。哎，来了。找你的。哎，喂，哎，是我，方丽，你去哪儿了？我等了你很久，我们不是说好了吗？要把小鸡接回来的。我带他去看过他奶奶了。现在小鸡在哪儿？他今天要上课，我已经送他回去了。方丽，为什么说好的事儿你又变卦了呢？这样吧，杨姨，我们晚上出来聊聊好吗？那好吧，我们见面再谈。在哪儿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好。谢谢。我们大前天不是都说好了吗？我带小鸡去看妈妈。你为什么突然又把小鸡给接走了呢？小鸡对你来说很重要吗？当然重要了。小鸡对于我来说也是这样，没有什么比他更重要的了。我虽然不是他的亲妈妈，可是这六年来他一直叫我妈妈，我也一直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女儿一样。你照顾了他六年的时间，我非常非常理解你的感情。所以我很怕会失去他。虽然我已经答应了你
也知道你有权带他去任何地方。可是，我真害怕小季这一走就永远都不回来了。其实我那天已经带着小季在校门口等你了，但是我害怕。你怕？怕什么呢？怕我把小季带走吗？我知道我这种担心是毫无必要的，只要他一离开我，我就心神不宁。我真的没想到你对小季的感情这么深。我没有守信用，很对不起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方丽，我怎么会怪你呢？你对小季这么好，给我一点时间，我自己会慢慢适应的。嗯，方丽，真的很难为你了，你也很不容易，一个人又要工作，又要照看一个病人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，我已经习惯了。啊，对了，那天我送你回去的时候，遇见江立维在你门口，后来他照顾你了吧？还说呢，我决心以后肯定只有江立维一个人在我家里，我马上把他赶出去了。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人家好心好意，而且是我拜托他照顾你的。我知道我太过分了，第二天我就去找他了，可是怎么了？他说他喜欢我。我觉得江立维这个人很不错的。是，但是不错，但是我只把他当普通的朋友看待。再说了，他比我小那么多，我只把他当小弟弟看。可是一个人的生活挺艰难的，而且他又对你那么好。我非常知道自己的想法，我不可能对他有什么特殊的感情的。他要是对你那么好的话，你难道就不感动吗？对于感情的事，我已经灰心了，我现在只希望妈妈能够早点康复，小季能够好好长大，我就心满意足了。可是你一个人会感到寂寞的。我已经习惯了。杨姨，什么时候你能为自己着想一下呢？我不能为了自己去破坏别人。不是去破坏别人，是江立维主动追求你，你只是接受而已。江立维和小何已经六年的感情了，我一定不会破坏他们的幸福的。但是，好了，不要说了，我不会改变的。方丽，谢谢。赵嫂，哎，太太，有什么事儿吗？今天你可以回家了，明天后天你都不用来了。不用来了？啊，没事儿，我是想放你三天假。你有很长时间没回家了吧？工钱照给。是啊，我是很长时间没有回家看看了。那好吧，你就放心回去吧，这儿有我呢。好的，谢谢太太。嗯。啊，欢迎光临。你好，我要白玫瑰一打，还有香水百合。啊，请问小姐是送人的还是自己买啊？啊，是我自己要的。嗯，今天晚上六点，你把花送到这个地址。这个地址。哦，行，一定送到。好，谢谢。啊，不客气。啊，江律师。哎，你来了。你好。啊，请坐吧。啊，我不坐了。有没有打扰你工作啊？啊，没事，我也正想休息休息呢。啊，我想问一下，今天晚上你有没有空？有啊。是这样的，我今天过生日，晚上呢邀请了几个比较要好的朋友到我家吃饭，你也一起来好不好？啊，原来是你生日啊！好，我一定来。好，晚上六点，你一定要来啊。行，没问题。那我们说定了啊。啊，那我送你。
说，杨姨做的菜可好吃了。你还挺了解的嘛。啊，方丽，这是我送你的礼物。哦，谢谢。哎，其他的朋友呢？其他朋友啊，我最好的朋友就在这儿啊。我过生日啊，要请最好的朋友过来。哎呀，啊，怎么了？我忘了。我什么事？我订了蛋糕，我忘了拿了。在哪里？我帮你去拿吧。在，哎呀，我也说不清楚。我去拿蛋糕了，你们在这儿啊。哎，方丽，我和你一块儿去。不用了，你帮我招呼江立维就好了，也算半个主人了啊。